心，然后来很精进。啊，是吗？啊，因为有时候你会请传来去生活圈后边啊，那细细个行下，你是在我的生活圈内底的环境，嘿，啊，有是吗？那之前我上课的是也很难受，之前也是做这些，那你好，我打台北的应该，啊，所以各位在台湾尽量传一下来啊，我们的我是按少年的。那我有时阵会请因来切水果来用菜，然后互因做一寡简单的料理，来变身安尼。会使我话，大家要做多元化，啊，老师，啊，这是诶产品，又看到伊产品够欢喜无？来下一张，诶，啊，这是我话当时做伊诶道路啊，还是条路，我迄个过程当中会去大家道路去，啊，这是我葡萄园。那我们的这个青少成长营呢，好的课程